什么菜家常又好做？家烧还有粉蒸，就是大家在家里面最常烹饪的技巧。烧泥鳅加上汤，增香开胃，人人夸。先让它看得稍微有点半熟透，就是要让它拉到锅气味。大厨的烹饪法宝超有货，淋上一个自己调制的特制的卤汁。这样的粉蒸鱼，您一定没吃过。此米粉非彼米粉，家烧菜和粉蒸菜，今儿的做法更出彩。我们一日三餐啊，都是离不开家常菜的。但是我想问问大家，您日常做的家常菜最常用的烹饪技法是什么？粉蒸菜吧，它有肉还有主食，红烧的也有，清蒸的也有。烧菜比较简单，西红柿炒鸡蛋烧茄子。我们老家的话就爱蒸那个粉蒸肉或者米粉肉呀，米粉排骨呀，会做一些。粉蒸的没有多少油，各种不一样的食材有不同的风味，感觉烧啊蒸啊这种都比较能想起妈妈的味道。你看看你看看啊，咱们家常菜里面这个家烧还有粉蒸，哎，就是大家在家里面最常烹饪的技巧了。但我就觉得吧，这太普通了。那么今天这个家烧和粉蒸在我们家厨房它还能有什么新花样呢？当然有，当然有，当然有，当然有。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两位呢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说，今天这个家烧跟粉蒸能做出新花样来。是的，是的，是吧？先打一招呼认识认识。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江西南昌人啊，我叫熊慧琳。是不是江西人也特别擅长做什么家烧啊这些啊？当然了，我们江西，我觉得江西最有名的就是烧菜，是吧？来，大厨我们打一招呼。大家好，我是邓发平，来自江西，从事烹饪行业30年，为大家带来一首带来一首江西南昌的家乡歌曲，是吧？搞错了，再来。大家好，我叫邓发平，来自江西，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粉蒸菜。跟传统不一样的粉蒸菜是吧？这边呢是不一样的家烧，这边是不一样的粉蒸，而且我还发现两位都是江西人。对啊。今天的这个两位一来，咱们江西简称干吧，对，是吧？啊，家烧跟粉蒸都特别下饭。那咱们今天就是干饭人，江西人就是干饭人。但我今天可得提出要求啊，这个家烧啊，包括这个粉蒸啊，在我们节目已经做了好多回了，必须得咱们有这个不一样的，让大家觉得新奇的啊。对，给家里这个菜来点创新点。您做什么菜？教头烧泥鳅，传统的做法也是妈妈的做法。对，但是呢，其实是跟其他地方做的这个家烧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哦，那行，那待会儿有什么这个不一样，咱们边做边聊，好吧？大厨呢？您想想，您今天做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粉蒸？米粉蒸鱼，感觉听起来还蛮普通的嘛。此米粉非彼米粉，在米粉上做出了一些个不太一样，对，是吧？那您先来呗。行了，我就跟大家露一手吧。泥鳅和教头这两个食材是必不可少的。您能不能弄点大泥鳅？您从家里来，你就这么……哎，这所以说你这就是外行了啊！这个泥鳅实际上是越小的越好吃，不是说越大的越好吃。泥鳅如果太大了，它的肉会柴。它这今天选的这个啊是中个的，中个的这个泥鳅啊适合做烧，太小了它就适合炸着吃。您说的这个食材是什么呀？教头。蒜。这是教头蒜，大家伙评评理。你说这个，这是吧？这蒜都发蒜苗了，这是蒜吗？啊，这是葱，就是感觉像葱。究竟什么是教头？为什么江西人家烧一定要爱放这个教头？闻着有点这个蒜味，咱们待会儿给大家来细聊，好不好？一般人家家烧的话用的是葱姜蒜，但是您今天用的是姜蒜辣。江西人是离不开辣椒的，但是我今天带来的这个辣椒是不一样的辣椒。我觉得您今天带来的东西都还挺袖珍的，是吧？泥鳅不大，这个辣椒个头也这么小，这是。对，这是一干的枫树辣椒。哦，是来自于咱们江西的特产。对对对，是吧？那么我问一下大厨，这个辣椒个头不大，它有什么特点？它主要是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它的皮不厚，特别香。哇。为什么有一种花味儿，跟那个玫瑰花的味道有点像？这个辣椒不光是辣，它有香味儿。刚才那个绿辣椒不够，还要加这个。江西人就嫌它不辣。有没有考虑过外地人的感受？这有一个外地人。其实不同地方的这个家烧都不一样。我总结来讲哈，北方的烧菜
它是以炖为主，嗯，它的汁水相对多一些，但江西的家烧呢，它汁水基本上收到9点几成。哦，就类似于炒，哎，就是吧？哎，对，北方类似于炖，对，炖和烩。小时候吃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自产，然后出门呢这儿薅点窖口，然后呢在那个池塘里面捞点泥鳅。对，想吃黄瓜到眼里摘不一个就吃了。然后看到一片油菜花，然后过去就搓一搓，哎呦，现炸，压榨。那你这就有太夸张了。想表达一个什么？就是因为江西呢，就是物产比较富饶，是吧？然后呢，不同地方人的这个家烧都一定是跟当地特有的食材有关系的。对，嗯，煎泥鳅都喜欢拿点菜籽油，必须要过到油，嗯，让它要煎透。原来小时候我爸跟犁田的时候，我就在跟着他后面那些犁田的时候，一翻出来那一块泥巴一出来有好几个洞，你拿手一抠，那就是泥鳅在里面。但是我之前也抠过，它就很滑。一般情况下你一手搭就一条泥鳅，你就连头连尾一起，说明你还练的比较少。就接触过，我毕竟是外地人嘛。在煎的过程当中，泥鳅本身的那个土跟腥新的那个味道，它也就散发掉了。对对对。哦，所以这一步也比较特别。对，反正跟我们北方的这个烧有点区别。对，嗯。它要是煎的话，它是外酥，里面是嫩的。嗯。要是油炸呢，那就是整个肉是就会紧。哦。啊，就里面的这个嫩度是不够的。你看，咱们传统老说逢烧必炸，但是在江西家烧这个变了，叫逢烧必煎。对于鱼类而言，是吧？对，我总结还可以。我觉得你太聪明了，是吧？一点就通。对，不外行吧？不外行。先要一定要过油，要煸到油，少点米酒去腥。嗯。二个呢，增鲜。嗯。还有微微的甜味。哦。所以说这个有点微甜的这个泥鳅就不腥。这也是今天呢，咱们的这个家烧的不一样。搁点醪糟味儿才好。我要先加点那个生抽、老抽，一点点生抽。江西呢，现在来说爱用米酒跟啤酒烧菜，让它安安静静的待会儿。好。我下一步。这是洗好的窖头是吧？这个窖头呢，是我生长的地方，是一个新建县。新建县呢，我们那个地方呢就生产窖头，还出口，走向全世界。像我们吃的那个窖头罐头啊，实际上都是这个是它的前身。咱们来学习一下啥是窖头。叶子像葱，根部像蒜，这种看似让人难以分辨的食材，它叫窖头。窖，植物学名蟹。它既不是葱也不是蒜，具有独特的香辛味道。窖头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区广泛栽培，而赣州当地盛产的窖头鲜嫩香脆，甘甜微辣，很是开胃，而且食用后还能助消化健脾胃。正如杜甫诗中，树笔清除色，缘起玉柱头，衰年关阁冷，胃暖病无忧。如此好吃又营养的食材，看看嘉宾为我们烹饪什么样的美味吧。先让它看得稍微有点半熟透，然后再放进去烧，就是要让它拉到叫什么锅气味。其实江西的菜呢，它讲究叫锅气味，给它在锅里面炕一下能断生，它本身的那个辛辣感降低了。另外它去了一些水分之后呢，待会儿在锅里吸收汤汁的同时，它的味道又释放在锅里。您说对了，因为这个窖头啊，它炕的过程当中啊，窖头已经受热了，嗯，它已经是热胀了，对吧？然后它加到泥鳅里面去，泥鳅里面汤汁里面已经有味道，嗯，它入味就更浓一些。哦，把它请出来，再给它加进去。哦，请出来加进去。对，明白了。把我的窖头下锅了。哇，让泥鳅跟窖头他们再融在一块儿，嗯，再烧烧，盐、胡椒粉、陈醋、一缸辣椒，啊，这个是很关键。这就叫做江西人的爱吃哈。咱们这个江西的这个家烧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味重，嗯，才能吃饱。对，所以大家发现没有，这个过程，它第一它不是炖，第二它不是炒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中国有一个烹饪词儿叫烧，不同地方的烧不一样，但是今天的这个就是咱们来自于江西的家烧。哇，你看吧，汁已经烧的收的差不多了。嗯，这就是我们江西的一道名菜
教头烧泥鳅。哇，看着好下饭啊。我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时候我们吃的锅巴饭，锅巴饭配上咱们这个泥鳅，教头烧泥鳅，那就是一绝。来吧，咱们尝尝锅巴饭呗。拿一丁点油啊，这是剩米饭，头天的剩米饭没有地方去，第二天就做一道美味的锅巴饭。就大家如果吃过那个煲仔饭的话，你就发现那底下那层锅巴就特别的香。对，但是我只要那下面的那层锅巴，不要上面的那层饭，淋在边上淋点。这个主要中间呢，我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响声，中间估计那个锅巴已经成型了，但是呢两边的受热不均匀，还得要就是说要慢慢的，就是要让它锅子转，让它每个地方都能听到那个锅巴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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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巴的感觉。还没听到吗？我听到了，我只是让大家听，我不能讲话。小时候老吃锅巴，现在特别想念那个，但是呢，现在锅巴很难吃得到。小时候是用柴火灶烧，每家把上面的饭给弄下来，就一个大锅巴吃，然后拿着一块就往口里面。小的时候那锅巴真的是每一次家里面做饭那个铁锅。底下那一层才是锅巴。对，现在的锅巴就是在便利店里面买的那个零食。是啊，现在已经有这锅巴的感觉，你看中间这块已经是金黄色了啊。对，哇，金色的，哇哇，就是这个金黄的感觉，那就成了呗。成了是吧？咱们可以行来。哇，来，一定要把那个汤汁放在上面。对，你浇点汁。饭，包括泥鳅，还有教头，一口咬下去。香不香？我为什么觉得特别像我的长辈在旁边盯着我吃饭？不是，我看着你吃就觉得你好可爱。哎，就是教头的韧，泥鳅的软烂，再加上锅巴的酥脆，就口感非常复杂。对，在味道上区别于其他地方，我觉得口感上也是区别于其他的这个烧。它这个菜整体是咸鲜偏辣一些的，然后里面所有的全部都可以吃，教头辣椒这些真的都是直接可以下饭的，是吧？另外就是它呢里面加了那个醪糟之后，让这个辣觉得不燥了，就是那种辣变得更加的柔和一些，但是依然还是辣。另外一个就这个泥鳅去腥去特别好，它那么软那么鲜那么嫩，里面还有汁水的时候，但是它没有那个土腥味道，我觉得就跟您那个煎不去炸有关系，对，慢慢的把它的腥味逼出来，但同时又不会让它因为过油之后的那个湿水让它变干。对对对，但主要是说的这种它不腥的话，那跟酒糟也有很大的关系。对，真的真的，所以说你就在嘴里面柔和感那个味道出现了。这道菜在江西是非常受欢迎的，它的这个整体的味道一吃就是江西，不是别的地方的家烧。对，就是江西的家烧。煎好的泥鳅邂逅炕好的教头，姜蒜辣椒米酒来添味，一锅汤汁浓郁鲜味十足的教头烧泥鳅，就是江西家烧的代表。再搭配用剩米饭在砂锅里做出来的锅巴饭，那叫一绝。泥鳅用煎代替炸，口感更好。做锅巴饭时要不停地转动，使砂锅受热更均匀。您今天呀、做一个粉蒸，但您说了这个此米粉是非彼米粉的，一般我们就用的是这个，把米炒完了之后压成粉末。我们现在是用大米磨完以后做成米线那样的米粉，就是这。我刚刚还说呢，谁往后头给我们搁了一个这个跟粉条一样的这个，这个就江西的米粉。对，
我明白了，今天我们要去吃米粉，但上面是肉臊子。这个米粉跟米粉肉可不一样。在全国各地都有极具当地特色的粉蒸菜，比如湖北有名的绵阳三蒸，北京的老北京粉蒸肉，四川的粉蒸肥肠，湖南的粉蒸牛肉，粤菜经典粉蒸排骨，鲁菜经典荷叶粉蒸鸡等等。似乎万物皆可做粉蒸，而在夏天，这种香气四溢不上火且轻烹饪无油烟的粉蒸菜正当时。无论在哪里，简简单单粉蒸菜就是妈妈的味道。今天我们看来自江西的邓大厨为我们带来什么样与众不同的粉蒸菜呢？水烧开，煮米粉呢水一定得多。可是我们一般吃的人很多的那些个粉呀什么都是鲜的，为什么咱们用干的？鲜的米粉呢它韧劲稍微差一点，干香的弹性更好一些。锅里面呢加了点少量的盐，那我现在就开始切鱼呗。行，水烧开以后再煮粉。咱们用的是桂鱼。对，我们先把这个头啊给取下来，煮的骨头去掉，要斜一点片，大概片个7毫米，不能太薄，薄了就没有口感。一片片好了，这么厚，然后现在我要给它进行码味，上浆。邓大厨，锅已经开了，好，咱们的米粉要下锅。放心交给老乡吗，邓大厨？应该没问题。我来展示一下我们江西煮米粉的这个技术。盐，这边鱼加点盐，胡椒，蒜末，姜末，啤酒提鲜去腥，来一点点鸡精，柠檬取点汁就可以了。柠檬能增鲜，我把辣椒酱，我们腌制好的。来，我帮您打开。好，这个是江西人非常喜欢，这是剁椒吗？其实我们叫酒椒。酒椒，我们用白酒，加了白酒在里面。你的老乡已经很好奇的过来了。这个辣椒酱一看就是妈妈做的，得到了我妈妈的真传。这个怎么做的呀？酒椒酱，2斤条红辣椒切成粒，放入碗中，加入盐、胡椒粉、白酒、姜末、蒜末、八角粉、鸡精，搅拌均匀后放入密封罐中，发酵3天就可以吃了。它并不像咱们一般理解的那种泡菜啊什么的发酵那么重，它是一种浅浅的酸，还保留辣椒的那个鲜，这种味道在外面买不到。为什么？因为时间就搁在这儿，3天就得吃，对吧？ 对。但是我要对你发起一个灵魂拷问，你说，我吃粉蒸鱼，我为什么要吃辣的？江西的天气比较湿，吃点辣椒它能去湿也能去腥。所以说朋友们发现没有，江西粉蒸的特点是什么？是以辣为底味的。我觉得这个米粉差不多了，今天这个米粉呢，因为我们是要做这个粉蒸鱼，就不要煮得太烂。清水把它的那个浆，浓浓的浆给洗干净。所以这个米粉呢，第一个就是热水呢里面要加盐，另外一个呢煮完之后呢以凉水过一下，所有味码完以后把红薯粉搁下去，它这个味也能给它锁住，关键它能起到润滑的作用。然后现在我要拌米粉了，沥干水，加盐、辣椒、蒜末、姜末，加上我那个自制的辣椒酱。我还要加辣椒，加点油，因为它这个米粉呢，如果没有油，它会粘在一块。等于说，咱们的这个紫米粉是真正的米粉，对，不是粉蒸肉那个米粉，是吧？咱们其实用的方式就是第一个煮水，然后给它煮完之后呢过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再重新去蒸的。对，咱们接下来啊，底下垫着粽叶，这个米粉我先蒸，蒸完以后再加鱼。不能一起蒸，盖住以后这个米粉呢中间的受热也不一样了。我们当地粉蒸系列的菜呀，还有个关键点就是要淋上一个自己调制的特制的卤汁，来点盐、蒜末、姜末、胡椒、生抽、
酱油来一点，来一点油，兑点开水，要不然咸。现在粉蒸的差不多了吧？可以了，米粉蒸到五分钟，再加上鱼，蒸到十二分钟。它不能过，它过了以后呢，这个鱼啊它就老了。继续蒸。其实咱们今天看这米粉是江西特有的粉蒸系列，用的是真正的米粉。但是，一般你看咱们，包括北京，包括在湖北，还有南方一些地方的那个粉蒸是把米，炒干，对，碾碎，对，然后呢裹在食材上面去蒸。对，这种蒸法，这在我们赣州那一边，尤其是兴国那一带，家家户户都喜欢吃这种的。其实我们这道菜里面有米粉，有鱼，鱼呢？它是营养很高的，米粉它是主食，所以说你看不同地方的粉蒸，它可以咸，可以甜，可以辣，也有的时候甚至我粉蒸的话，我可不可以加点酸的，好像也可以。所以不同地方的粉蒸是有不同的味道的，那么根据当地的食材和饮食风格因地制宜。邓大厨啊，我觉得应该好了，好了是吧？这个你看熟了吧，差不多吧。这时候碗汁现在就浇上去，它还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不粘在一块了。这也是当地一个特色，蒸好之后来浇卤汁。对，葱花，这一吃就是江西的那个辣椒的辣。你看它这个米粉跟鱼搭配，就是它整个粘合度是非常高的，本身上面一些红薯粉在鱼上面，然后跟米粉的那个黏糯粘在一起，然后都特别的入味，互相借鉴味道，关键在那个汁的味道入进去了。对，那个卤汁的味道也非常的好，让它们融合在一起了，辣同时也包裹着这种鲜美的味道在里面。米粉呢，在我们江西的每天基本上隔三差五的就得吃，就是北方就是要吃面条啊饺子呀，是离不开的一道主食。出汗了没有？哎，出汗了，出汗了。我毛孔已经完全打开了。哎，你别说，如果夏天吹了很多空调，然后呢有点寒气的话，我觉得吃个这个发发汗挺好的，就可以把寒气给逼出来，是吧？哇，来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哎，真的，你看这个食材上面真的是360度无死角的，都是包裹着辣椒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带辣味的这个粉蒸，就是来自于江西特色的这个粉蒸。全国各地有不同的家烧，全国各地有不同的粉蒸，但今天我们吃出了一些个新意，是来自于江西的。我相信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家常的味道，今天这个方法可以大家借鉴在家里面去做。总之一个是下粉，然后你那个菜是下饭，是吧？对。谢谢，谢谢两位，谢谢。用煮好的江西米粉打底，调好味的鱼片码在上方，蒸好后淋一碗秘制卤汁，江西独有的粉蒸鱼就做好了。我给大家划重点：一，米粉煮好捞出立马过凉，可以防止黏黏，口感更弹；二，米粉蒸半熟再放鱼片，可保证二者同时成熟且口感更好。江西的辣椒领教过了没有？这一吃就是江西的那个辣椒的辣度，香不香？香，但也辣，比你们那个陕西的面条要更有劲头吧？那倒没有，没有啊。哇，你就把这三种味道全部融入口里，我觉得你好会吃哎。真的，你很会做。你是个美食家。